但是我是不敢上您家去。真的吗？嗨，怕人说闲话。哦，还真有这人。哎呀，现在有的时候我一上网，我哎呀，我就不敢看。嗯，有那个个别的自媒体说的话，我真不爱听。他们都说什么呀？就是尤其涉及到嫂夫人的时候，我啊，我接受不了，真的不能听。那是咱们之间纯洁的友谊，是玉洁冰清。哦，你要让他们嘴里一说，我有了臊的。我不入。你看，你看，一看这个啊。郭德纲与谦儿嫂，嗯，疑似关系密切。哦，疑似，不爱听疑似，合着我这些年白忙活了。哎，去忙活什么呀？疑似啊，嗯，啊，这个写的啊，这郭德纲跟谦儿嫂好像很般配，把我气的，就这一个，嗯，就这一条，我看了一天啊。喜欢看是吗？不是，你们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呢？啊，你们这样写东西，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我死了。不是，你们不能。谦儿嫂那是多好的人呢，啊，现在弄得在后台要看见谦儿嫂扭头就跑，不敢见。你看你们净瞎说，弄得我不合适。一在后台我一看，呦，于谦儿的媳妇来了，嗯，我赶紧躲，不见面。我一躲他喊我，你给我站住。哦，你上哪儿去？台上胡说八道，让人逮着话把了啊。嗯，你乐呵完了，你管我们了吗？啊，嗯，呦，嫂子，对不起，对他们瞎说的，我没有。是，你下回改不改？嗯，改。嗯，这还差不多。嗯，这天可变了啊。啊，穿秋裤了吗？怎么？谁变了？嫂子，我穿了。嗯，你少来这套，你准没穿。哦，穿了吗？不，你别动手，干嘛呀？你们要，就说嫂子是一个很疼人的。是啊，哎，你看。有句老话吗，嗯，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这倒是，这种关系在这儿不能胡思乱想，不像话。那肯定的，我在我心目中，你要说爱情俩字，先想就是谦儿哥谦儿嫂啊。哦，我们两口子。你们不了解谦儿哥呀？啊，谦儿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外号叫情圣。我，哎，这模样情圣啊。哎呀啊，情圣啊。怎么情圣？十六七岁的时候谦儿哥能说啊。您也一直也没停啊。哎，要征求当事人啊。啊，你没关系，反正十七八岁，嗯，十六七差不多那会儿吧。是我印象中我就崇拜他不行了。怎么呢？谦儿哥同时暗恋了30多个女孩。就算这么个情商啊，那了得起吗？30多个，别人暗恋一个两个，他暗恋30来个，都是暗恋啊。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哥，嗯，你得下手啊。啊，他说我也是犹豫，你看这一堆照片，女孩照片还都有照片，哪个行哪个不行。嗯，我帮你。你帮我干嘛？帮你分析啊，这堆啊。哦，哪行哪不行，对吧？啊，这仨肯定不行。这仨为什么？这仨是男的。那就别费劲了。那就男的我跟这费什么劲呢？大老爷们，你看这络腮胡子是吧。啊，这个也不行。这个呢？这是你舅妈呀。拿错了可能是。这是高峰的姨。这也不行。哎呀，这个孙悦的姥姥。嗯，呵啊，好，这不行。这个太显老了。那能多老啊？这，哎呀，这姑娘简直就是个女老头。这什么模样啊？这得是，这不行，这胡子比我还重。这不行啊。哦，哎，你看这个了吗？嗯，气质、年龄、相貌没有挑，都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肯定是不成。这怎么不成啊？因为你拍这照片的时候我在跟前儿。啊，这就是前些日子扫墓的时候你拍的人家墓碑上那个。哎，我看一死鬼合着是。这个不行啊，不行，挑吧，挑来挑去，挑到最后，哦，有一个女孩，挑着一个，谦儿哥很爱。啊，我喜欢这个。这姑娘叫李逵。哦，姑娘叫李逵。这个葵花的葵。什么葵？她也是长胡子的那个。葵花的葵。啊，哎，小名叫铁牛。还是李逵啊。这个，哎呦，可爱啊。啊，漂亮，气质也好啊。是吗？我就说，我你去说。哦，你说了人家不同意也就算拉倒死心了啊。你这老吊着难受。我跟人表白啊。对呀，谦儿哥去了。嗯，葵葵还挺嫩。葵葵你好。嗯，啊，姑娘回头看看他。是，你这鸟人。还是李逵，还是李逵这口风啊。
不是你啊，你怎么鸟人呢？你这鸟人啊，没有这话。那个，我想请你看个电影。好，爷爷不会去，还是长辈儿啊，自个儿看电影他不会啊。我明天想请你吃个晚饭。哦，明天不饿，不愿意啊，明天不饿，今儿就知道了啊。咱们一起去散个步吧。好，散你个鸟步！爷爷一斧子劈了你！我这，要不我就撤得了。我这，我还追什么人家？所以这个回来之后，我说你来看，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过程，你也死心了啊。那人不同意，要不老吊着心里难受。对，这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对，我再看看张飞吧。这后来跟嫂夫人走到一块儿，你看俩人很般配，很完美。我媳妇儿，哎呀，很好，我们两口子是不错呀。你们是不知道，谦儿哥跟谦儿嫂这个感情真的很童话。哎呦，还童话，一切都是由于谦儿哥的肠胃不好引起来的。这怎么那么传奇呀？你看，谦儿哥爱吃凉的，啊，是痛快。打小爱吃冰棍儿，对。哦，我那会儿就说的，我说你吃这么些冰棍儿哪行呢？爱吃。胃坏了。我们小的时候，老太太推一车卖冰棍呢。对呀、啊，奶油的，什么巧克力的，小豆的，小豆的。对，他还问人家奶奶有小豆的吗？嗯，有孩子啊，嗯，红小豆的是不要，我要绿豆的。有老太太纳闷，为什么呀？是红豆配相思，嗯，绿豆配王八。这是什么字？我来绿豆的。你瞧我挑这东西。老太太说：“你尝尝红豆挺好。”对了，给。嗯，他一张嘴，吭一下子啊，连老太太戒指都缩了下去了。好家伙，口太大了我啊，就爱吃凉的，一气吃好些个啊，爱喝爱吃这个，还爱喝蝌蚪。啊，这传说那是大凉，得50岁往上的人，你想一想，嗯，天津、北京各处过去胡同口摆个摊，弄一盆卖蝌蚪、啊，对，拿小碗多少钱这一碗？嗯，拿过来就喝，是蝌蚪喝下去。大凉就这么说啊！现在这不可能的事儿了。嗯，那会儿有这个，对，那叫偏方嘛，爱喝这个，哎，喝，嗯，喝了一盆，端起来，蹲，全喝了。喝完摇晃着脑袋，我找妈妈去了。嗨，好嘛，我这是有点童话的，我这是。啊，这人真是特别可爱啊！他这个肠胃跟他这个吃东西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你包括他有时候闹肚子，他都是因为这。是他爸剩的饭他吃。哦，他妈剩的他吃，你们家这地位。他姐剩了他吃，哦，他弟弟剩他吃，全我吃。我那会儿就说，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啊，就是。他也愣了啊，哦，狗剩了也我吃。好家伙，我吃习惯了是怎么着？我这，我说你混蛋呢？啊，喂狗啊？对呀。那我吃什么？哎，好嘛，我吃的狗食合着。你说，他就认为他这是节俭。我是啊，他这是节，他确实很节俭，是吗？他那个裤衩破的都一条一条的了，嗯，舍不得扔，干嘛？绑个棍儿擦地。好家伙，这得攒多少裤衩啊？啊，就是这么一个主。嗯，认识嫂子那天，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哦，还有个 party， 去参加一个 party， 哦，他的同学们搞了一个折罗趴。嗯，你先等会儿，我这没听明白。什么趴？折罗趴，折罗趴，大伙儿忆苦思甜。哦，同学们每人从家带一个剩菜啊，剩菜搁了一块叫折罗呀。对呀、啊，对吧、啊？哎，但是你说我炒一个菜端去不行，嗯，必须是全家人剩的那个啊，拿筷子扒拉完了，剩那菜底儿那个折罗。嗯、啊，全班40多同学每人带一个底儿啊，但是于谦不用带。我为什么不用带呀、啊？你负责吃。就给我一人的，哎，折罗就折罗，就别趴了，哎、折罗趴啊、嗯。定的是中午12点见面，要吃中午饭。上午10点半，于老师还没有起床。哟，怎么那么晚啊？啊，老太太喊他起来吧。啊，太阳晒屁股了。你瞧瞧，谦儿赶紧起来，起来吧，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啊。啊、哦，真是晒呀、啊！好，我就那儿怕晒是吗？我又躺了一会儿。我起来好不好啊？11点起来。收拾好了，大家出去参加折罗趴啊！对，吃折罗去了。哎，出来往外一溜达、嗯，走了没几步，突然间发现我们未来的嫂夫人了。哦，这就看见我媳妇儿了。哎呀，那女孩就站在那儿，那会儿你还不认识她呢。
啊，这见第一面、哎、以后是嫂子，当时还不是，就站着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嗯、啊，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就是姑娘，就是个姑子，就是个姑子、啊、什么姑娘，是个姑娘、啊、姑娘、嗯、好好说话不会在那儿站着，哎呀、啊、漂亮，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嗯、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手持两把大斧，哎，还是李逵呀、啊、这个离不开李逵了，我没有没有这个啊啊！于老就愣住了，你这么愣啊？啊，这个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这个电流啊，当，过了电了。这一过电，嗯，肚子就拧了一下，我垫着肚子了。你想想，好家伙，天天吃剩菜，啊，嗦了冰棍啊，是喝蛤蟆秧子啊，这一激动，嗯，那是不激动也得闹了。愣住了，再回家上厕所来不及，那是别处上厕所又没有，是强作镇静不让人看着，这甭镇定了，已经走不动道了，这就看出来于老师这个身份了。怎么，哎，史记上有句话啊、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什么意思？就是喜怒不形于色。哦，不让人看着这都不行了嗯，但是还往前蹭，哎，哦，这女孩就愣了，是，人站那儿，你这样，到跟前嗯，姑娘你好，嗯嗯，相逢即是有缘，还拽呢，虽然素昧平生，但是能在这么一个奇妙的场合见着，哦、岂不是苍天赐给我的机会？呵，姑娘，嗯，人有三急，嗯。茅房急，厕所急，洗手间急、嗯、都急到一块儿去了、嗯嗯、遇见你老天爷对我的恩赐、嗯、是，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您说能不能借您家的洗手间我拉个稀啊，哎，好嘛，前面都白费劲了。姑娘乐了，是说相声的于谦，你瞧看出来了，我听过你的演出特别好，是 啊, 啊，有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完事再说吧啊，谦哥乐了，幺三七零幺，不行了啊，赶紧吧！俩人互相换个电话。嗯，姑娘说：“我家就住这儿。”哦，您要不嫌弃，您到这儿来方便一下吧。不嫌弃啊。嗯，跟着姑娘走到人家、嗯、啊，姑娘开开那个洗手间的门，是干嘛？哎呦，坏了，声控的灯坏了，还声控？对不起，于老师，嗯、没有灯，不要紧，都有手机啊。哎，对，于老师打个手机，那光照着、嗯，把门关好，进去是。坐在马桶上，是好家伙，哎呦，就这一声啊，灯就亮了。哎，哎呀，我把声控给治好了。好家伙，哎，就顶得上这个啊！好家伙，哎，两米来长一大水晶灯，好家伙，四百多个灯泡啊，特别亮，照着于老师。嗯，于老在这儿坐着，没拉过这么亮的屎。有电了就能端详这个洗手间，哎，看看什么布置吧。这个厕所呀，嗯、四面玻璃墙，厕所弄四面玻璃墙，透明的厕所，盖上是一个。大灯底下是一个马桶，哎呦，就看着姑娘坐在墙外边看着你。这姑娘可能是拿这卖票呢吧？她姑娘拿手机，啊、于老师认识您很高兴，啊，跟我聊天。谦哥也回一个、啊、幸会，谢谢你的厕所。是，我喜欢看您的相声，嗯、啊，有时间请你看现场。不用，现在就进来聊得了。干嘛隔着玻璃还在这儿聊啊？打厕所出来，于老师有点尴尬。嗯，真的不好意思啊。别客气了。姑娘说：“这个没事，我也很荣幸。”是吗？头一回看沉浸式的拉屎。哎，对。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哦，两个人认识，并且就走到一起来了。你看看，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好话多好，俩人啊，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是这种爱情，说实在是谁也打不破的，不容易。真的啊，嗯、他也疼媳妇儿，媳妇儿也疼他。嗯，那是我们患难的。那、啊、你知道嫂子疼他疼的，哎呀，我得给于谦做点什么呀？啊、
于谦喜欢什么？哎呦，哦，于谦喜欢吃凉粉儿。啊，我要给于谦做凉粉儿。嚯，买那豌豆粉，嗯，拿水卸开了，是，然后那个锅做热水，啊，再把这倒里边再和弄完了，嗯，这东西凝固之后不就能切好了，搁黄瓜丝儿，搁什么了？就是凉粉吗？弄完之后，哟，不凝固，哟，嫂子眼泪下来了，啊，我是个废物。对不起于谦，我弄这一锅不凝固，没做好，倒到马桶里边、嗯、扔了，再做一锅，嗯，还是不凝固、嗯、又倒了，又来一锅、嗯、还是不凝固，嗯，泼着马桶坐着哇哇哭啊，难受、啊、我不要活了，哎呀，我对不起于谦，我对不起我老公，对不起他，不至于，谦给我打电话，嗯，这一出你嫂子哭得不行了，是这个这弄点豌豆粉，他给我做凉粉也不怎么，你红不好了啊！我说我去吧，我去吧 啊！我来了，我说怎么了，嫂子？啊，不是我对不起，对不起，谦哥，我给他做凉粉都做不好，我太废了。还没事啊？怎么那凉粉呢？我泼那马桶了。嗯，我赶紧看看去吧。嗯，这不凝固了吗？跟那儿凝固了，管什么呀？谦问我怎么办？拿个盆来。啊，来盆吧，小米辣，啊，葱末、黄瓜丝儿、醋、盐、糖、香油，佐料这么全，管什么用啊？调匀了，啊，倒到马桶里边，啊，把勺递给于老师，看你的了，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我也不能这么吃，那错不了啊，真吃啊，吃吧，你看。吃完了，嫂子也乐了啊！好，我还想给你做凉粉儿、哎，我就不想吃了。谦、哦、说明天吧，今儿一天吃不了这么些个啊。对，我走了，他两口子，郭德纲是好人。哎呦，我们俩怎么想的？你这玩意儿，你说要没有德纲，咱俩今天这个架得吵起来，啊、我得多难受啊！嗯，于谦，我命令你，无论到哪儿去，你要照顾德纲。哦，让我照顾你。哎，各位，这句话真是我就感动的都不行了。这我们应该这样，谦儿哥也是说到做到啊。尤其出门演出，谦儿哥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应该的。演完了后台一换衣裳，嗯，一回酒店啊，于谦先奔我那屋，哦，脱下来那衣裳给我，我给你洗去啊。咱怎么忍心，人、就是、比我大给我洗衣裳不行啊，所以我一进门我就是什么甭管背心乱七八糟的，哎，就是前台洗衣裳您拿走洗去哦，哎，他有的时候保不齐比如袜子落下了啊，他可得意了，这袜子我给你洗，是，我说不行哥哥，好家伙，您比我大，您得伺候我呢，不像话了，哦哦哦，就抢我这袜子，还抢我你给我哗他就塞嘴里了，我把袜子塞嘴里了，你说哎呀哥哥呀，我说什么呀，啊，对不对，洗袜子洗袜子洗裤衩啊，洗裤衩，哎呀，抢跟抢，再后来我说我得藏起来，我一藏起来，他找前台，找前台，啊、找服务员，开开郭德纲那门，啊，我得看看他的袜子、裤衩在哪儿了，我找，打打，哎呀，高兴，回去就洗，洗完了熨好了，弄平整，给我送回来。你看我这是怎么玩说的？你看这吗、啊？啊，就疼人。当然有的时候，比如拿走三条裤衩，洗完之后他忘了，啊，哎，送回来两条，哦，有一条他没送回来，忘了，他拿家去了。啊，那叫要的时候他把看错了，这我的他穿上了，弄错回家了。嗯，到家一换衣裳，他媳妇乐了。嗯，你怎么穿郭德纲裤衩啊？哎哎，去你的！后来啊，这个、嗯、就行，没后来了。这事儿还有什么后来呀、啊？一说一乐，哎，这个很多事情你们不要以为这都是真的啊，那就玩笑，这都是啊，好多都是，比如说生活中有60%是真的，我把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全是编的、嗯、啊，真也罢，假也罢啊、嗯，说说自己人，开个玩笑，听相声来，您大伙儿一开心，比什么都强。是为什么说观众啊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呢？嗯，指着您这钱养家糊口呢。对啊，您给我饭吃，我给您快乐就很好了，嗯，对吧，你说听个相声你还老憋着坏人，那就没有意思了啊。今儿来这演出的各位呢您都认识，包括高峰在后台，我刚才看他我就有点感慨，怎么又感慨了呢？老高也看着见老，是
啊，老高当时来的时候，那呦，那跟小灵狗似的那个样儿。这什么词儿啊？这现在一晃，他们都那样了啊！啊，不是小灵狗啊，老高，嗯、啊，老高来来，嘿，来了，来。我就是小灵狗，啊，这俩人是我的仇人，怎么仇人呢？说相声打小一块长大的，对，打小他俩人就好。关系不错、嗯、他俩好的不能再好了、嗯、都是好朋友真的啊但是他俩好就那会儿打小排挤我谁说的能排挤人你看你看你都忘了他们小时候有一回我印象很深就吃泡泡糖的时候没把我气死、啊、就嚼的那个、嗯、现在说吃个口香糖吃个什么啊？我们小时候那叫泡泡糖、啊、能吹泡能吹泡这么小块长方大大粉不筋的吧没错嚼了嘴里嘴吹泡是啊也不怎么个没法现在也有啊那会儿我记得是签拿来拿两块嗯哎我纳闷啊给我一块不给你行啊自个儿嚼是给高峰一块我们分他高峰我在那看着嗯孩子多可怜啊也想吃看俩不给没有了签高兴这个能吹泡是、哦，哎，俺咽了，咽了啊！哟、啊，这怎么办呢？啊，就是啊，高峰吓坏了，这个咽了会死人的呀，那不能咽呢！啊，你不能这么早就死！嗯、啊、嗯，我跟你是好朋友，对，我要陪着你。哎呦，这好，我这是自杀，我这是。他也咽了哎呀我一看那没有意思一会儿俩人都死这儿我怎么办哈、啊、就是啊我说我先走了明天参加你们的葬礼哎多狠的心呢我回家了嗯这哥俩一人弄一小板凳儿呵坐在这儿、嗯、等死呢我们就是等死呗啊对等着呗那玩意儿等着等着于谦就困了哦哎嗯高峰眼泪都下来了你不能睡着啊是你睡着你就死了哎呦真是、哦、那怎么办呢咱俩对着抽嘴巴啊啊有这么提神的吗俩人打了一宿好倒是没困哎呦把我给委屈的呀哎呦你还委屈啊俩人天天害我嗯要不然一见着我七加六等于多少哦出道题七加六等于十三乘以36924多少啊那我哪算得上来呀、啊、就是啊、嗯、不知道罚你这怎么罚喝凉水哦就这俩缺德了咱家喝汤那碗啊喝一大碗凉白开喝吧我这儿蹲蹲蹲蹲蹲喝灌大肚俩人又出好就类似这个题连出十道哎呀我喝得够一桶水好家伙俩人乐高兴出去玩去喽我这好一肚子水一走到这儿逛当逛当啊啊在后边还跟着人家傻乎乎的、嗯、这俩人上院里高兴高兴我就在这看着嗯冬天呢北方冬天多冷就是这俩人站大铁门那儿谦儿你敢舔铁门吗哎啊谦儿说这个有什么你看我的一伸舌头来怎么样粘上粘上那又不粘上了哎哎粘上了这还不信呢嗯不能吧我也试试哎也粘上了俩小孩都粘这儿了那都粘一个还试试我吓坏了嗯怎么了怎么俩你们俩怎么了就是快快快救我们俩话都说不利索了赶紧救他们我赶紧拿个盆吧奔自来水那儿嗯我们街坊有一个姚大爷别提姚大爷了行吗这又来了、嗯、有一大爷你干嘛去嗯我他俩舌头沾铁门我打点凉水泼一下混蛋呢嗯泼凉水那玩意儿哪救得了他们俩怎么得用温水哦这有道理温水啊说您这捂肚子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救了他们两个人好嘛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一玻璃厕所要不你那儿得了